内就是指身心，外就是指世界。身心世界都是幻化出来的，没有实体可得。去来自由，不着相当然自由了。去除之心，通达无碍，能修此恨，以般若经本无差别啊。问题就在一个执着，哎，就是个执着，就多了一个我嘛。佛菩萨为什么称为一个大人呢？佛说八大人皆经呢，为什么称大人呢？因为他无我，对不对？啊，我们就多了一个我，小人，就这样了。虚空法界尽是佛，其中多了一个小人，那就是我，就招一个我。诸佛菩萨不着，就叫做大人。我们招一个我相，小人，就这样。以下，啊，一切善知识，一切修多罗，记住文字大小，啊。二圣人十二部经典，大小二圣啊，十二部经都因人智啊，智就是施舍的。这大小二圣十二部经都是因为人的根性来施舍的，因为这个智慧性方能建立啊。如果没有世人，一切万法本质不有啊！哎，世人就是缘起的，这些缘起的假象，看起来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其实体悟到无常变化的本质就是空，万法本来就不有。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做颠倒妄想执着，把事情搞错了，颠倒了。所以知道万法本质人性，万法就是因为人而兴盛的，开启我们的觉性啊。一切的经书也因为人而说有，缘起人中有愚有智啊，因为在人群当中有愚痴的，有智慧的。愚痴就是小人，智就是大人。愚者问于智人，智者跟愚痴的人说法，愚痴的人突然悟道，误解，心开，悟道了，哎，跟有智慧的人没有差别。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啊。一念悟的时候，众生就是佛。所以知道这个万法尽在自心呢、啊。那么，所以我们，哎，求法为什么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啊？为什么不顿见真如本性呢？菩萨接近这么说了：我本原自性清净啊。啊，因为菩萨戒里面讲嘛，不生也不灭，不垢也不净，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就是讲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本来就是清净的，若是自心见性，皆成佛道，是就是悟。如果你也体悟到当下这一念无所住心，见性就成佛道。净明经这么说，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啊，豁然开朗啊，就是顿悟啊。哎呀，原来我们都在妄想颠倒执着，这一念彻底放下，原来已恢复本来的面目。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我在啊五祖弘忍大师那个地方一闻，言下便悟啊，顿见真如本性啊，是以将此教法流行，
的流通。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呀，各自关心。所以那个禅宗这单刀之路直捣黄龙，就是关心关照这颗心，你会发现妄本不可得，幻化的东西终归有一天消失，清净自性不减，自见本性。若之不悟，须觅大善之士解最上圣法则，直视正路。这个最上圣就是顿悟法门，顿悟见性大法叫做最上圣法啊！不在那边葛藤大转，不在那边枝枝叶叶打转，不在这个地方，解最上圣法则，直视正路啊！是三知识有大因缘，所谓化道令得见性啊！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啊！一切善法都是因为善知识发起故啊！三世诸佛十二不经在人性中本质具有啊，不能自悟，需求善知识指示方见啊！哎呀，善知识告诉你。就是哎呀，你看月亮在那边，愚痴的人就会看指头啊，有智慧的人就会看月亮啊，知道吗？这比喻你听得懂吗？哎，有智慧的人就循着那个义理直悟顿悟本性，知见万法无生，原生当体即空就是无生，万法都是唯心现量，都是心的影像，没有实体，所以一切法生其实当下就是无生。悟到一切法无生，三藏十二部经典就在你的心中，慢慢的体悟。所以啊，需要啊，这个找这个大善知识解最上圣，直视真路。因为一切人性当中啊，本来就具足啊，如果没有善知识指引呢，也悟不出来。所以如果是有能力自悟的呢，不假外求，如果一向只为需要他善知识望得解脱，无有是处。你要修行不从内心里面悟，你找一直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可能吗？不可能，无有是处啊。禅宗是讲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呀。何故呢？自心内有知识智悟，若其邪迷妄念颠倒，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就不可得啊。虽然外面的善知识来把你教导啊，你迷妄迷念颠倒啊，自性要自度啊，对不对？就不可得。若其真的不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寂灭。是师父那个句诵啊，啊，你来看一看啊，那这个句诵是不是啊？那个句诵看一看啊，对不对？着相修行百千劫，无相修行刹那间。若能万法尽舍却，顿悟入道虚臾间。无说无事无来去，生死涅槃无距离。菩提由来无一物，只在当下一念间。无圣无凡无众生，即心即佛弹指尘。若问祖师西来意，倾听恒河无声曲，就是无声。哎，众生若欲是佛境，当尽其意如虚空。妄念虽是生死因，不着一物尽菩提。若能离相无相行，包你大智变三千。哎，要好好的体悟，好好的体悟看看啊，互相勉励啊。一下就一刹那间妄念寂灭，若是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识知会观照内外明彻啊，是自本心啊。若是本心，
就本解脱，就是彻底的解脱。你要悟到了，见到了清净自性，就彻底解脱。若得解脱，就是般若三昧啊！你的心既定会通通具足，定慧通通在见性当中显现。般若三昧就是无念。这个注意哦，这个无念不是没有念头哦，要先弄清楚。这个无念是没有执着的念头，没有分别的念头，没有颠倒的念头，这个很重要的啊。但是呢，有正念，正念就是无念，就是无相、无住，哎，无着。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是为无念。你看，很清净。意思就是心的体不被染污，就是本来的面目。我们心不生不灭的体性，你只要不起心不动念，万法无咎啊。若见一切相不强加执着分别，不强加分别，万法无咎啊，当体即空啊，是为无念啊。啊，用即遍一切处啊，也不着一切处啊。啊，我们起清净自性的用，一切都是清净自性在作用啊，也不着一切处啊。淡净本心，你只要淡净本心，就是注意修行，这个就是关键了。淡净本心呢、啊，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就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啊。诸位，修行要找到关键呢、啊。修行要找什么关键呢？啊，譬如说，一个母亲带一个3岁的小男孩进去房间，黑暗的房间，那个小孩子会跟妈妈说：“妈妈，好暗哦。”哎，妈妈就说：“你不要害怕，来，我告诉你开关在哪里。”哎，要来开关，来找到。一按，万年的暗室一灯就亮，啊，这小孩子很欢喜了。以后这个小孩子自己跑到房间来，黑暗的地方他也不怕，因为他知道开关在那边，知道吗？开关是什么意思？就是般若智慧，就是开关啊。开关在哪里？对缘起的假象彻底的放下。诸位，这个还是第二层功夫啊，讲彻底放下还不是本来面目，要悟到没有东西可以放下，彻底的体悟原来就是空，没有东西可以放下，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才是我们本来面目。说放下功夫还不够，那是方便说，那你还你有东西放下，对不对？有能放，有所放，本来面目没有东西可以放，你放什么？你一定要体悟到这个，修行一日千里啊！真的，就像坐飞机啊。我昨天举的这个例子啊，顿悟就像什么？坐电梯，对不对？哎，啊，见悟就像什么？爬楼梯，顿悟坐电梯，见悟爬楼梯。你看要坐电梯还是爬楼梯哦，对不对？顿悟就是单刀之路，就无相。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修行的关键。修行的关键，师父，你能不能用一句比较贴切、终身受用的？可以，可以。记住啊，练习放下，重复的练习放下。重复的彻底放下，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就是用这种功夫，知道吗？到最后你就发现，嗯，生命本来就这样。楞严经讲啊，我们摄取宇宙的地水火风少许的元素，直为自体啊。我们人生就这样，我们摄取宇宙的地水火风少许的元素，就执着这个色子，认为是自己。
然后又为了这个少许的元素妄执为自我，拼命的造业，拼命的追求，就产生人生宇宙的纷争啊。那我们了妄即真，了悟万法即是希望，当下即空就是清净自性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圆觉经你一定要看，今生今世有三本经典你一定要看，非看不行。不管是禅净律密、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天台华严，三本经典你通通一定要看。第一本叫做《金刚经》，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哦。第二本叫做《六祖坛经》，这个即心即佛见性的大法，你听了以后没有大受用，也会中等的受用；没有中等的受用，一定会小受用；没有小受用，一定会作用。哎，一定会作用。哎，你听了以后，哇，每一句都是心法。这个每一句哦，这六祖讲的话，这每一句都是一针见血。每一句哦，我们用功撞得头破血流，还搞不懂自性。啊，真的很感恩六祖啊！哎，我感谢六祖啊。像每一个人哈、哦、啊，我这几天呢、啊、就想说，我要讲六祖坛经，看看这个六祖啊有没有人跟我摸点啊？啊，哎，没有。哎，有个法师来给我摸过点，那不是做梦的啊。那就是慈航菩萨。我在读南普陀佛学院的时候，我讲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给你听啊、哦，这不是妄语哦，做法师都不能打妄语的、哦。我在亲近广化律师的时候，因为广化律师也是慈航菩萨的徒孙呢，啊，他是根据律航菩萨出家的，啊，广化律师、律航菩萨，这里叫慈航菩萨哦，啊，哦，我是依止广化律师的，有一天。在读南普陀佛学院的时候，晚上啊休息，要打坐，休息的时候啊还没有睡觉，啊累了躺下来，这慈航菩萨哦披着南传袈裟哦，这个故事我很少讲的，啊，怕人家诽谤，功操端，啊，披着南传袈裟。这个慈航菩萨哦，他拿了一个钵这么大，一个钵这么大，他是那个泰国的那种托钵，哇，那一个钵吃三天三夜吃不完哦，那钵好大，像脸盆那么大哦，然后用一条绳子哦绑住，这样子，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哎，来到哎，进入的也不算梦境了，就很清楚，然后就微笑啊微笑。他就用这个右手啊，左手扶着这个钵，右手就摸师傅的顶，摸这个顶，这个右手一进到顶部的时候放光，哦，放大光明。这个心中的典故哦，我从来没讲过，没有人知道，今天讲就不是秘密了，也怕人家诽谤啊，很怕人家诽谤啊。这个事情就告诉你，就是说一个法师可能多少有一点迹象，就是说啊，你将来就是要走弘法的路。我今天呢，慈航菩萨现身跟你摸这个点，就是跟你印证，你这个孩子有希望。哎，来跟我勉励一下啊！好了啊，互相勉励啊，这个就是关键了。但净本心是六世出六门，以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啊，就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恨。如果是百物不思，什么都不要去想，当令念解，哎呀，什么念头把它断掉，诸位啊。念头打不死的呀，我们看到有人贴在墙壁，讲堂贴在墙壁，打得念头死，虚拟法身活。我告诉你，这一句话没有开悟的人讲的话，
念头打不死的呀。体妄本空，自性如如，这个才是见性人讲的话。体悟执着妄想颠倒，这本来就不存在。你要把这个念头打死，我告诉你啊，只有死人没有念头，知道吗？活人当然有念头啦。所以怎么样能够修行呢？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慢慢的过滤这个执着。哎呀，这一念执着过滤放下。哎，这一念起分别，赶快放下。这一念起颠倒，赶快放下。哎，不是无念，是没有执着念，没有分别的念，没有颠倒的念，不是完全没有念，是有清净的念，知道吗？是有大智慧的念头，平等心的念头，是有大慈悲的念头，而大慈悲啊，大无畏、大功德的念头就是无念。为什么？一切法无生，毕竟空。虽然毕竟空，智慧心就是，因为它会起作用。我现在讲经说法不是起作用吗？所以说一切法无常，体悟到空性就是常，常无常通通叫做方便说，因为这还是对立。绝对的清净自性是无相的智慧心，无相的东西你怎么可以讲无常跟常？无常是对常讲的，是比较才能显示常跟无常的东西，对不对？清净自性是绝对的无相，智慧心就是你如何说它是常是无常，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慢慢体悟。哎呀，这个佛法就是越咬越有味道，信基督教天主教不一样了，对不对？人是上帝所创造的，通通推给上帝，我通通不要烦恼这么多人生跟宇宙，我也不要思维，我也不要认为到底 是真相是什么，我就通通交给上帝。上帝创造人生宇宙天地万物，哎，问上帝怎么来的，你是被创造的不可以问，你是被创造的就不可以问，你就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告诉你啊，注解哦，有时候会误导众生呢。没有见性写这个注解，我告诉你，有时候真的是害惨众生呢。我这个人不怕人家抢信徒的，我知道说，我有福报，吃多少，睡多少，穿多少啊，住呵呵啊，对不对？啊，业障重啊，没有福报就没有福报啊。哪一个法师来，对不对？啊，他有时候你要介绍这个信徒给他认识，我们那个水路的功德主100万的，来，你要认识，来介绍给你知道啊，介绍给你啊，对，他下次要拿100万去你那边做水路大法会，我说嗯，你的福报。哎，你那边我家走，我花多，对不对？哎，你看，为什么来无来相，去无去相，真无真相，简无简相，一切法不可得相，就用这个心，但用此心知了成佛，就是用这个。为什么？阿难佛做这个搞，但想做不搞。我读大学的时候看到《释迦牟尼佛传》，说释迦牟尼佛做得到啊，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出家。出家无家，处处是家，对啊，对不对？出家无亲，处处亲。你看，你看，大家坐在这个地方跟师父多好，对不对？如果我们也去，这个成家立业，哇，就变成少数几个人。哎，你看，出家无家，处处家；出家无亲，处处亲。哎呀，大家都是我的善知识了。哎，我现在要开始学六祖了，称大家叫做善知识啊！哎，赞叹！哎，有一个人呢，他有罪恶感，他送到这个哎经典的时候说：“哎呀，善男子，善女人啊！”他说：“是师父啊，这个是对善男子、善女人讲的啊，我们这个业障那么重的，哪里是这样念？”我说。要不然怎么念呢、啊？我们要念恶男人、臭女人啊！哇，我说那很严重了、啊，那恶男人、臭女人，那这样子经典，你这样念善男子、善女人多好听，你要念恶男人、臭女人，哇，你不要这样念哦，这样念很伤人啊，哦，对不对哈、哦？好了。
善知识啊，见诸佛境界啊，悟无念法，就是我们的修行啊。刚刚讲的啊，所以打的念头时，虚拟法身佛，这个刚刚讲的不是见性人讲的话，要就体妄本空，自性如如，你了解虚妄本来就空，就是万法如如啊，这个就是我们本来面目啊，这个才是见性人讲的话呀、啊。啊，底下若百物不是当令念解，就是法服，哎，什么都不要去想，这个还是服，啊，即名边见呐、啊，边见就是不是中道了，不是若空就是若有啊，就是边见呐、啊，不是中道啊，善知识，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无念法，万法尽通。无念法者，见诸佛的境界。无念就是无生了、啊，不着一切相，不起心，不动念，对不对？无念法者，自佛地位啊。善知识，后代得无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以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是佛故啊。啊，把这个顿教法门呢、啊，只要看法相同的、修行相同的啊，发愿怎么样受持如是佛故啊，终身而不退者，定入圣位啊。这个顿教法门看法一样，大家一起来修行，发愿受持《金刚经》顿教，一定入圣位的呀。南西传授从上以来莫传吩咐啊，从上以来就是啊以心印心的、啊，莫传吩咐就是以心印心的，口不能说见性，口不能说，没有能说所说，没有能见所见呢、啊，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啊，那怎么说以心印心，体悟万法无生，本质如如，不得逆其正法呀，不能隐藏这个正法。我告诉你啊，这个宇宙人生宇宙没有正法注视啊，我们的生命众生悲哀啊，人生宇宙整个昏暗啊，我们撞得头破血流，世间人苦不堪言，苦没有代价呀、啊，世间人吃苦没有代价、啊，为什么世间人吃苦没有代价呢？对不对？他辛苦了这么多，他能解脱吗？对不对？辛苦没有代价。我们修行吃苦是有代价的，我们今天吃的苦能解脱的呀，能解脱的，所以我们吃苦有意义，而众生的吃苦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重复啊，重复啊，下辈子再来啊，再继续吃苦啊，再迷迷糊糊啊，再结婚啊，再生儿育女啊，再做事业啊，再老了、哎、又病了、哎、死了，下辈子又来，哇，轮转不已啊，听不下来啊。啊，我们今天的苦啊，值得啊。你坐在这里一个钟头，吸收一点点，明天坐在这里吸收一点点，那一个礼拜吸收，那不得了。哦，我曾经开玩笑啊，跟他们讲个开玩笑，我慧立法师啊，在这里啊，口袋里面的法掉到地上，随便一颗，通通叫做摩尼宝珠啊，比世间全世界宇宙当中所有富有有钱人，为什么呀？更富有。世间人很富有，却是很贫穷，因为没有大智慧啊。我们修行的很贫穷，却是很富有。所以世尊说呀，啊，我很富有，不是因为我拥有很多，是因为我要求的很少。我因为要求的很少，所以我很富有，每天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好，底下，哎，莫传吩咐啊，不得逆其正法。若不同见同行，在别法中不得传咐啊。因为他不是顿教根器的，不要传，损彼前人啊，因为他会造口业的呀、啊。
所以我曾经一直劝他说，哎呀，我讲的这 VCD 啊录音带啊，就众生会毁谤的，不要给他听啊，没有因缘的会攻击伤害三宝的，不要传给他，跟六祖的看法是一样的。就损彼前人呢，究竟无益啊，法还是要看因缘的啊，诸位啊。恐一人不解谤此法门，哎呀，这大愚痴的人谤这个顿教见性大法，拜祭千身呢，断佛种性。这当然，这个顿悟，这个是成佛的种子啊！啊，你把它毁谤，这个正法那还得了？所以我告诉你，两种恶业，你千万不要去造。第一个，谤佛、谤法、谤身，断众生的法身慧命，你造不得。第二个，起恶心到常住物，哇，这个罪很重。千佛出世不通忏悔。我们是一个佛弟子，传达正法，推广正法，是我们佛弟子的每一个人的责任啊！啊，你无缘无故去毁谤三宝，让他断众生的慧命，谁负因果？当然负你负因果，要不然我会负因果，是不是？哎呀，这个口业啊，造不得，造不得。我们今天呢、啊，要随喜赞叹人家，我们的清净心就一直显现。你每天学习随喜功德。赞叹人家，哎，你的佛性就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对你动好的念头嘛，啊，不是阿谀奉承、拍马屁的那种赞叹人家，是真正的起欢喜心，随喜人家的功德啊，啊，我们得起恶念，一直诽谤，一直跟他做梗，一直伤害众生，你还没有伤到对方，你已经伤痕累累了，你伤害你的清净心、自信啊。你起心动念都是恶的啊，你一直想伤害对方，还没有伤害到对方，你已经先伤害到你自己了，先伤害到你自己清净自信啊。要弄清楚啊，哪里起因就是哪里结果啊，清净自信动恶念就在你的色身，果报就现前了啊。底下善知识，我有一个无相颂，各须诵取呀、啊。取在家啊，诵取在家出家，但立持修，依照这个修。若不自修，违纪无言。只要继续这个我的啊所讲的话，也无有益呀、啊。听无五诵曰呀、啊，说通即心通啊，如日出虚空，唯传见性法呀。出世破邪宗啊，说通以心通，说通就是弘宗演教的，弘扬正法的啊，讲经说法的叫做说通，意思就是经教通达的法师，哎、啊，讲经说法的，以及心通就是悟道自性的法师，叫做心通啊。如果能够悟到清净的自性，你一定是说通还能够心通。清净自性不离语言，所有语言都是净心自性的展现呢、啊。所以悟道的人他一定能说法了，就像六祖这样子的，所说每一句话都是符合佛意啊。所以六祖叫做东方如来啊。为什么我鼓励大家要研究六祖坛经？因为释迦世尊印度降生，示现在印度，他讲的经典经过翻译，知道吗？经过翻译，所以很艰涩的。你去看看楞严经，你去看看楞伽经，我告诉你，一打开马上看不，一定看不来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太艰涩了。我们中国人啊，哎，也出了一尊佛，就是六祖。他讲的法很符合我们中国人听。为什么？哎，他用词都是适合我们中国人啊，汉地啊来用功啊。你看他讲的没有在翻译上的困扰，所以这个六祖讲的法，哎呀，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弄通。因为很适合我们汉地研究的，如日出虚空啊！啊，为什么？心就像太阳一样，
啊，就像虚空一样，太阳普照大地，虚空包容万物，唯传见性法呀，出世破邪宗啊，这邪宗就是凡是不以见性法为主的，就叫做邪宗。万法回归当下，现前一念本质具足，就传这个见性大法，这出世间破啊邪宗，简单讲就是离开心性的邪宗，简单讲就是外道，外道就是离开心性啊。法即无顿见啊，迷悟有持己啊，这个法没有所谓顿，也没有所谓见，因为众生的根性迷悟，所以有慢有快，只此见性门疑人不可细啊，细就是彻底的了解啊。这个顿教的见性大法，愚痴的人是没办法一下子了解的。十八页，说其虽万般啊，何离还归？哎呀，说了呀，无量无边的法呀，是万般啊。哎，怎么样？何离？反过头来，怎么样？就是通通是讲无生的道理呀，都是讲见性这个道理啊。合理还归一，一就是真如自性啊，啊，所以这个弘一律是讲的嘛，佛法很深奥，可是就越来越简单。为什么？万法回归自性了，越来就越简单。世间的义理很肤浅，越搞越难懂，越复杂，越复杂。烦恼暗载中啊，常须生慧日啊。烦恼跑到我们的住宅当中啊，就是心中啊，我们一定要升起这个大般若智慧的太阳。邪来烦恼至啊，邪见来烦恼就到，众生哪一个不是着相啊，对不对？所以众生能离开烦恼吗？因为他看错了，他把那个无常认为永恒了，他认为这个世间有着追求。哎呀，我告诉你啊，世间的那种烦恼，那种无知，你没有办法形容。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啊，你看看这个电视哦，你看你就会摇头啊。众生，比如说啊，制造一条龙，反正我们也是闲着没事干啊，制造了一条龙，一条龙做什么啊？那个哦，牙黑啊，牙黑了哦，好长好长的一条龙，做了啊，破金世纪录，破金世纪录。然后大家那条龙又不能动，因为太长，哎，牙咧慢慢啊行，啊举起来，啊个袂当啷，你们在嗯嗯，那就嗯，然后啊，请人专家来鉴定，嗯，这个破金世纪录，你看这样。我们不敢说什么，因为在台湾，在美国还举办这个什么吃汉堡大胃王啊，一直塞一直塞一直塞进去啊，得第一，日本得第一啊，那个吃一直那个啊，是香肠还是什么哈姆还是三明治，他就是一直往嘴巴里一直塞，然后一直配开水一直塞，就是一直往里面一直塞。众生他就是搞这个东西啊，就这样吗？好，再来这一张港都小姐吧，高雄，因为港嘛，在高雄港嘛，就称为港都小姐嘛。哦，闲的是哦，对，有内定，哎，闹得风风雨雨。好，就是世间就是要做这种事情了。啊，不以被崇尚，这真的世间，你一听了他就停不下来，要不然啊，今天中秋我们去逛逛百货公司，去看，哎呀，这个是雪奈尔的，这个酷奇的，这个 CD 的 CJC 高，这是什么牌的啊？这都是名牌，哎。这个 Burberry 的，这香奈儿的，哎，他说，哦，苏丽娜把这，嗯，
电视每天在报道啊，我没有去买过，我都知道名牌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哎，每天都啊，这个广告，这个迷死人的那个广告，不买会死啊，那个广告啊，每天都靠这个东西。哎，化妆就是，哎呀，这个一闪的化妆就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啊，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第四个步骤，一二三四。OK 啊，你快点接啊！我都是电视教坏的，本来是很善良的。不然怎么会这个？还绕一圈你看呢？哎呀，还闪一闪，闪一闪的，嗯，就是啊，这世间就这样啊。他因为活着非常无聊，他一定要搞着龙舟比赛呀，哎呦，哇，哎呀，那个意大利的这个服装展览呐，他就要搞这个东西。啊，百货公司一排整排的那个化妆品啊，怎么样子？哦，对，很严重。有一次啊，有个女众啊，哦，化妆，我不是说化妆不好，我也是赞成人家化妆，我都鼓励人家化妆，不过要恰到好处。也就是女众啊，啊，她这个哦，纹这个眼线，对，纹着眼线啊，而且眉毛哇，刺的太大一条了。像老鹰展翅一样的，他这里这个眉毛这样子这样子下来，哦，我就问他说：“啊，你干眉心又等啊？”他然后他又抹的那个，哦，那个眼睛，哦，有点啊。有一次我不晓得伤心还是怎么样，他老公打他还是怎么样子哦，他哦就掉眼泪，在师父面前哦，讲到他老公就是掉眼泪，一擦。哇，像那个拳击手打到一样的，你知道吗？他本来就画得赫赫的那个，这拳击手一打到，哇，不得了！啊，所以说画这个是刚刚好这，但是有时候有哦，他画得太严重了哈，所以有时候是要自然一点 ，nature 比较好，就是创造自然美是我试验品的责任。你要会听，我也不敢说什么。你听过试验品吗？好，哎，听过了哈，是不是啊？哎，所以啊，众生就是这样子，一天到晚穷忙，一天到晚就穷忙，把生死放在旁边，就一搞这个东西，然后一到临命终的时候，哇，糟糕，来不及了，为什么？平常没有修行啊，也没有听经闻法，也没有在心性上下用功夫啊，来不及了。临命终的时候，手忙脚乱。哎，人家叫他你要放下，他说嗯，从哪里放下？他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听经法很重要，很重要的哈。底下这个啊，啊，哎，讲到哪里了？啊，你讲的像这怎袂记啊呢？好了。哦，对对，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哎，正见来烦恼就除。底下这个更重要，佛法是不二法门，邪正俱不用，就是你不能找一个说我有正知正见，还动一个念头执着，这个正见也是邪见。哎，凡夫没有凡见，圣人也不找一个圣见。真正大修行人圣凡俱不着，叫做邪正俱不用，清净自无余啊，到达清净没有剩下啊。菩提本质性啊，菩提就是觉悟啊，我们这颗觉悟的心就是我们的清净自性啊，菩提就是般若的智慧心，这颗般若的智慧心就是我们清净自性啊。起心即是妄，就是动念。为什么起心？就着相，认为这个相是真的，动一个念头执着，动一个念头分别，动一个念头产生颠倒，起心就是妄。所以说无心就是真啊，也不着一个真，静心在妄中啊。啊，你要求清净心吗？很简单，在旁边写两个字，就是不离。你要找到清净的自性，
不离当下这颗虚妄烦恼执着分别心。你只要了悟这些执着颠倒分别是多余的，放下就好，不要去讨论它，不要去追逐它，不要去对立它，万法无咎啊。若不取舍，万法无咎啊。若不强加分别，万法本质本如如啊。但证无三障啊，三障就是烦恼障、业障、报障，还有一种讲法叫做惑、业、苦啊。你只要有正知正见，你的烦恼障、业障、报障就会消除。烦恼障就是贪欲啊、愚痴啊，或者啊，业障就是五逆十二重罪啊，业障啊，啊，报障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个就将来的果报很可怕的啊。啊，你只要有正知正见，就没有烦恼障、业障、报障。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世间人要讲到修道，一切都不妨碍，但看你怎么用心呢、啊。着相就错，动念即乖，常自见即过，于道即相当啊。这就诸位啊，你自己能够见到自己的过失，就真正的跟道相应啊。舍类自有道，舍类就是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自有道，本具有大道啊。个人修个人的啦、啊，个人的因缘，个人不同啊，啊，所以来到我这边要出家的，我就是跟他讲，你要不在我这边剃度的啊，啊，或者是在这边住个两年，融入这个僧团的，真的不要，不要给我剃度，要在我这边出家的吗？我就劝他要先整个融入僧团，你能够过这个僧团的日子，再来剃度。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沙弥观察两年啊，对不对啊？有的人就是道场没人了、啊，缺少人，哎，来的时候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来，哎，赶快剃，还怕你跑嘞？就这样啊，这样就是坏了佛教的素质，整个佛教的素质水平就降低，因为没有观察，没有啊，没有好好的彼此了解，你也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师父，来了就剃度，那么问题就往后延伸。观察两年，就是要把问题提前解决，知道吗？等到你没有观察就剃度出家，就等于说你把问题留在僧团，对不对？好，为什么？你不观察来就剃度啊？每一个人都有烦恼啊！啊，每一个人都有烦恼，你要处理啊！他剃度以后，他就要处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要剃度以前就要先观察。在座诸位，讲这个跟大家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在家诸位的护法居士，你也想走修行出家的路线，很简单，你先去道场跟那位师父住住看，你能不能容得下那个这个道场，融入或容下别人的缺点，行就剃度啊，要不行就不要啊。所以出家中要剃度徒弟以前，要好好的观察，哎，就像我们护明法师一样，就是好好的观察。对，真的就是要这样子啊！你来住，我要观察。哎，我为什么赞叹他呢？因为他就是这样子的，很好。啊，来，我们先观察你，哎，这样做就对了。跟他鼓掌一下啊！哎，来鼓掌一下，就是要这样子。哎，那么护法即是要走出家的路线，可以要先融入那个僧团，不要急着剃度。急着剃度并不好，对彼此有伤害啊。这舍类自有道，各不相烦恼啊，
我不要恼害你，你也不要恼害我，意思就是个人回光返照自己，离道别密道、哎、注意听哦，离道就是家六个字七个字，当下的清净心，离当下的清净心之道，另外再找道，终身不见道。离开了当下这一点清净心，要去找一个道，你永远找不到。道就在当下这一念清净自性当中，波波度一生啊，就是很忙啊。波波度一生就嗨呀，我们繁繁碌碌的、劳劳碌碌的，就是走过了一生，到头还自傲，最后呢，就是后悔，就是后悔。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啊！啊，你想要得见我们真如自性顿见本性之道，我们行正就是道。为什么？心彻底悟嘛，不起贪嗔痴嘛，对不对？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就是道。至若无道心呢？啊，无道心就是没有求佛果的心。自己如果没有求佛果的这颗心，无道心，暗行不见道啊，就是痴暗。暗行就是遗失啊，不见道，在黑暗的地方你看不到真正的道路咯。我们内心遗失也是这样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若见他人非，自非切是浊啊。如果说这是一个真正修行人，不要看世间人的过失啊，看到世间人的过失就染污了我们清净自性啊，是不是？若见他人非，如果你看到别人的这个过失，自非切是浊，就是注意哦，那个上面那个非跟下面这个非不太一样。若见他人非，上面那个非是指过失，自非是指毁谤啊，是自己切去毁谤人家啊。我也可以解释说，自己落入是非的观念，切是浊，浊就是错，哎，人家是旁门左道啊，就是错。自非啊，切是浊，他非我不非啊，别人的过失跟我的清净自性没有关系啊，叫做他非，别人的过失我不非，我清净自性里面没有是非这种东西啊。啊，我非自有过，我要去动到一个念头去轻视人家，去毁谤人家，变成拿别人的缺点化作自己的恶的因果，这是不好的。我去毁谤人家啊，这是不好的。但自切非心，你只要放下这颗是非的心啊，众生是非对错打转啊，大除烦恼破啊，你放下这个是非恩怨恩怨情仇的心啊，烦恼就破了。真爱不关心啊，啊，爱恨会交织，爱恨交织会毁掉一个人啊。这不关心就是无关于清净自性啊，你落入爱恨就离开清净自性啊，清净自性没有这个爱恨这种东西了。长生两脚卧，一个人没有妄想，没有攀缘，没有是非，那怎么样？长生两脚卧表示妄想歇灭啊，攀缘欣喜啊，我们的妄想歇灭了，长伸两脚卧，把两条腿伸得长长的，表示自在的意思。放下休息，凡夫俗子就是休息不了，停不下来，世间一定要搞出什么有形象的像的东西，要不学画画就是学音乐，要不学这雕刻就是学这个，要不学那个。我不是说学那个错，而是说不究竟，众生一定要拿一种东西来做依靠啊，依靠的东西刚好错，因为依靠的是生灭法，
我们修行的依靠的是不生不灭的真如自性。一灵化他人，自需有方便呢、灵就是准备，你准备要度化众生，记得要善巧方便呐、要善巧方便呐、对不对？接下啊，勿令彼有疑。哎呀，不要让对方有所怀疑，对不对啊？哎，要善巧方便呢、就是自性显现呢、佛法在世间呢，不离世间觉。佛法在这个世间呢，不要离开世间。离开世间没有觉悟啊，离开染污没有清净啊，离开生灭没有不生灭啊，对不对？不能离开这些世间的种种的啊法，对不对？离开世间怎么觉呢？如果加一个知，意识更清楚。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之觉，就是你体悟到世间生命当体即空，就是清净自性喽。什么也不要谈，连转个弯都不用。离世觅菩提，恰如觅兔角。我们的教授啊，念觉，离开这个生灭的世间，觅无上的菩提，就像觅这个什么样，找这个怎么样，求这个兔的脚，兔就没有脚。离开了生灭，你找不到不生不灭，体悟到生灭当体即空，不值得我们这样执着，不值得我们这样分别。慢慢的放下，放到最后没有东西可以放下。正见明出世啊，你有正知正见就是出世间啊，邪见是世间啊，邪见动一个念头那就是生灭法呀，也正知正见就是出世间啊。所以我一生一世的愿望就是四个字，正法重现。我每天呢都祈求啊佛菩萨，祈愿正法重现，就是我一生一世的愿力、希望和抱负。我了这些也是空，做我该做的工作。我们今天也是演一出戏，一切法无声，今天也没有人说所说，也没有人听人闻所闻，无我无众生无人无一切法、我做该做的事情。邪正尽打却，却就是扫除。邪见不可着，我告诉你连正见也不可着。如果你落入一个说我是正见，别人是邪见，记得你那个也是邪见，知道吗？动一个念头认为比别人行，那个就是不行，那个就是不行。邪正尽达切，扫除。菩提性宛然，宛然就是显然可见，我们的清净之性啊，很显然的看得到。宛然就是很明显的见得到。你只要邪见，你也不能招一个我拥有正见，通通放下，二言的对立的通通放下，我们的清净之性就显现了。此颂是顿教啊，一名大法传啊，载印你度过生死啊，迷闻经累劫啊。我告诉你，迷了就成点劫，累劫就是成点劫，悟者刹那间啊，悟了就在当下呀。师父曰，今于大凡事说出顿教，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啊。诸位都有佛性啊，拿出来用啊。心中有妄就是妄用啊，那么心中有自性就是净用啊，对不对？所以现在在大凡事说是顿教，顿悟自性，普愿法界的众生
言下见性成佛。当时韦刺史韦使君就韦刺史跟这些属下这些官僚道叔就四众弟子闻师所说无不醒悟一时诸离皆叹善哉，何其岭南有佛出世何其就真想不到我们中国这个广东这个岭南竟然有一尊佛出世是这个意思。所以六祖是东方如来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十九页，我们明天呢就从十九页的是功德净土第二来开始。